在东京奥运会的嗯，赛场上，你是展示了咱们北京冬奥会的会徽。对能对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，为啥会展示这个会徽？嗯，其实当时是我已经比完赛下来了嘛，然后呢，而且因为当时因为我的成绩是属于第一，不是吗？然后他的镜头就经常是会给我，就只要下来就是其他人等分的时候，就老是切到我这边嘛。然后正好当时我就正好兜里有一个冬奥会的会徽，又想着我们马上就冬夏衔接了嘛，然后包括也正好就是在我们北京主场举办我们的冬奥会，就想着宣传一下子。